你好啊 ，Stella。你好啊，你好。系啊，哇！头先中华街市好忙哦，最之可以捉到你做啲 interview 啦，做啲访问啦。多谢，多谢。系啦，咁我负责翻即系个大会嘅摄影啦。咁我知道你个 Life 呢个品牌咧都好 famous， 好多会友都好中意。系啊，可唔可以讲下你个呢个品牌嘅背后故事系啲咩？可以啊，嗱，我哋呢个 Life 嘅品牌咧，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好特别嘅故事嘅。因为咧，我身边咧有好多朋友，特别系女士啦，咁啊。我個工作壓力好大，咁亦都翻到屋企之後咧，又要湊細路仔，咁啊成日都講話身體唔係咁好啦，皮膚又有問題啦，又肥咗啦，咁呢個都好頭痛。咁我就見到咧，我哋係其實喺歐洲喺日本咧，其實佢哋已經這個叫做興咗一個叫美容美食呢個嘅潮流好耐噶啦。咩叫美容美食呢？就話你可以食嘢由裏面靚到出嚟嘅。咁當你人開心嘅時候咧，你自然喺出邊咧就可以靚翻入去。呢個係一個循環嚟嘅。咁所以我就見到呢一個咁好嘅一個趨勢啦，我就喺我哋呢個就成立咗 Life 嘅平台，就係一個將我哋嘅有機健康嘅營養食品咧就帶入嚟香港。咁我哋入邊嚟講咧有好多唔同嘅。即是好味但是健康的美食，那我都希望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女士啊男士的我们的客人呢都可以是由里面靓翻出来由出面靓翻入去，这个是我们呢希望可以做到的目的来的。加入了 BNI 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那我想这一年来讲呢都是很开心的，我都觉得呢有很多得着，因为呢是平时做生意啦，很多时候一个人去打拼，但其实呢有一班不同的商家，大家都是用一个很一个叫做很付出和呢很帮助其他不同商家一起跑的精神去做的时候，我会觉得一个人呢你是跑得快，但一班人呢真的跑得远，所以我是深深感受到呢这个咁樣嘅力量喺度咯，其中咧 ，Life 咧，頭先都講過啦，我哋有好多咧，好多好味同埋咧好健康嘅產品，特別係俾我哋女士嘅。我哋有一隻嘅產品咧，大家咧就係都有機會咧，真係要搜索一下呢隻人氣產品咧，就叫做美肌瘦身骨膠原嘅 Latte。咁佢入邊咧係幫可以做生酮啦，亦都可以幫我哋咧皮膚啊 keep fit 方面咧係有好大嘅幫助，好多人食咗咧都係不斷翻嚟咧去回購嘅。咁你記住留低個網址喺條片度咯，我哋等佢自己 search 咗冇啊？大家要去 search 下，到時希望大家食完之後再翻嚟，可以俾多啲意見我哋。好，唔該曬，多謝曬你，多謝 Stella，thank you。